做一如做人，一定要花团锦簇、轰轰烈烈才好。要是走了，以后就别进一空空的门。皇上独独赐予臣妾的欢宜香，臣妾日日都。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，耍心眼儿、掉眼泪、扮相说是非，表面上一池静水，底下却暗潮汹涌。要打压一个人，就要在他最得意的时候，让他知道在本宫身前，婉嫔真是是有侍奉吝啬、天下犯上，是由本等皇上宠爱；罚于翊坤宫外跪送，更是由于本宫争夺宠爱教训。本宫若是樊梨花，你却下堂求爱，眼睁睁看着风雨在心里。皇上日日到臣妾这儿来，不嫌臣妾这儿的菜腻味吗？从前你从不这样问。皇上从前很宠爱。记得你刚入王府的时候，成了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女人。臣妾还隐瞒在意，皇上再也不再舍弃。臣妾的名字，你不舍得不立王府？贱妇，废年是贵妃之位，褫夺封号，日后妃诏不得入见。皇上果真这般无情。